他是我朋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啊？加拿大海关问到你听不懂的，就不能乱 yes。Are you carrying any drugs? Yes. In your butthole? Yes. Can I look into your butthole? Yes. Green T-shirt. Alcohol. 手摇。手摇。Hey, have you seen the comments below our videos lately? Those calling you 健保 or those calling me beautiful? I'm starting to doubt that if our fans are actually into those abusive stuff. BDSM, you mean? 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一位吵架输不起的重量级来英文。But anyway, let's welcome. Today's our guest is really huge. Welcome, Xu Nailin 大哥 Kevin Xu. Hello, everybody. I'm Kevin Xu, 奈哥。奈哥好，奈哥好，奈哥好。那我们的脚本 ，So this is asking Sandra to ask about 奈哥 being angry all the time. That one is yours. 我什么 ？Mine？ 是不是？我的地雷就是我讨厌准时，啊，第二个呢，就是呢，如果有不认识的人，他会讲说吧，哦，你了不起啊，你艺人啊，那你会怎么样？我讲，妈的，我艺人又怎么样？OK， 没有问题，磊哥，我们可以，我们这个节目是可以讲脏话，反正逼掉就好。他妈的还好，他妈的还好。其实有更难听的，好不好？没问题。If you are enjoy this video, don't forget to hit the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the channel. Don't forget to follow the line. 可以。But seriously, this is not that English. Is it because you have been to Canada?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了。Really?89年了。But anyways, either Canada, America, well, they are colonies. 磊哥，你看，那不好意思，是我朋友啦。哦，没事，没事，没事。磊哥，你脾气干嘛那么好？脚本不是这样子，这样我没办法 cue 你进来。磊哥在玩，好。磊哥，不好意思，他是我朋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啊？是不是也受不了他？拜托，赶快进来骂他！快点来！好！好棒，好棒，好棒！哇，看到两位庐山真面目！我才是看到哪个庐山真面目！真的哎！然后刚刚哪个还是我一直这样盯着他出神，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是想看到爸爸是？哦不，我不会这么说。那哪个英文就是在学校学的？我根本没学，我跟你讲，我国中啊，那时候根本没读书。因为我是学校的游泳队、篮球队，学校都代表出去比赛的。女生在旁边，连到国中时都很像 show off。哈，那国中就是青春期啦，你没有青春期对不对？对，那是噩梦。因为我只会念书而已，我就是那种书呆子。你一点都看起来不像书呆子，长得就像不会读书的人。奶哥一直说你没有读英文，但你又要去加拿大，对啊，又要用英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我19岁到台北来，我根本上完全没有英文，真的完全不会，所以我那时候来啊，我就会看洋片，然后都打中文字幕嘛，你就会大家看，哦 ，sorry。哦，那个哦，他在打对不起，哦，对不起，大家讲。然后这边有人要喝茶了，哎 T， 哎对，我觉得我有点语言天分。真的，比方说广东话，我从来没听过。但是你就会。那以前的很多港星上我们节目，像以前张学友、刘德华这些的，那我们就很喜欢，没事就要唠两句。唠两句，看。哎，你好不好啊？好。哎，今天几点我同你吃饭啊？我跟你吃饭。好，我今天几点跟你吃饭？广东话又很好学哦。很好学。很好学。哪有？我跟你讲，开门怎么讲？开门。开门。开门。像不像？像。哪里像？他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撇掉而已啊。哦，就是讲不标准的感觉是。韩文也有很多字跟中文很像啊。这个我们有经历过。海军怎么讲？这个也讲。海军。海军。经历过。
空军呢？空棍。陆军呢？龙棍。真的吗？对，真的。真的啊！辽棍、空棍、海军海棍、槟榔摊槟榔打。像你看看，你去马来西亚旅行，萨瓦迪卡，哎，那是台语啊。泰文哦，泰文哈，对不起，好，对不对？好，萨瓦迪卡。所以其实语言它东西都有一个发源，怎么它慢慢有独树一格，它有它的腔调，慢慢它有创造一些单字出来，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奶哥讲话很有力，很大声，我这边就觉得受到鼓舞哎，你讲话真的从肺部出来哎。我跟你讲，讲话就代表一个人的精气神，真的。像他身体一定不好，讲话有点虚的感觉。那你会哑吗？不会，像你讲话的时候，你的小腹会往内缩。你小腹不会往外缩，它很外凸。往外凸，对，蛮凸的。为了拍片，我就一直都是在缩小腹的状态。嗯，拍 A 片。片。啊？片，就片。拍 A 片。你想说他有这方面的才华，对不对？什么才华？那就像比方说，其实大家都以为加拿大它不过就跟美国很像，其实没有。我跟你讲，加拿大是全世界海关最严的国家。有听说这个？比美国严多啦！你进加拿大，你要把自己弄得好像你们家是三级平民一样，从下飞机开始，你的口干舌燥，就会紧张，是不是？开始紧张，那肾上腺素就上来了。然后到了海关，英文又烂，我真的不骗你。所以哪个有被带进去吗？带进去里面那个小房间里面去问东问西的。我跟你讲，我后来我是每次进去，每次的。那你来当一下海关，然后问一下说这位男士。So sir, why are you visiting Canada? To see my family. So what is your family doing here in Canada? My kid studying here. 为什么加拿大海关会有英国腔啊？我跟你讲哦，你问这些我都会，但问到你听不懂的，你知道吗？Yes, yes, yes. 我跟你讲，我真的不骗你，听不懂。你是来卖药的吗？Yes. 你是来犯罪的吗？Yes. Are you carrying any drugs? Yes. In your butt? Yes. Can I look into your butt? Yes. 我真的不骗你。所以就不能乱 yes， 真的。我跟你讲哦，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没有拿公民，他就那你为什么回台湾回半年？哦，我说因为我那边有工作。你没有跟他讲说，因为我是台湾的 super star。哦，千万不要。然后呢，有时候你回答的，反正他觉得你有问题，就有一次就把我叫到小房间。然后我每次去加拿大，我都带很多现金。那加拿大现金啊，不能超过10000，我大概都带8000-9000。我那时候忘了，我身上还有一张支票。哎呦。大概可能10000块的支票，把它吃下去是不是？没有，我就分两边放。他就叫你把口袋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我就把那个钱哦，我那个支票刚好就压到钱下面。哦。他就大概翻一翻，他讲应该没有超过10000，所以呢就没有发现没有发现那张支票。但你是快吓死的。我跟你讲，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因为一旦被发现了，你超过10000，第一个没收，第二个你就是黑名单了，你每一次进加拿大你就。直接 go， 所以其实各位同学，这个地方我们也得知了，恐惧是一个学英文很大的动力。如果你们想要试试看的话，可以去加拿大，每次都进去小房间，你就有面前的英文对话练习。对对对。What are you doing？ 教师节快到了 ，I'm just giving a gift。Okay, now what are you two doing? 双十一、双十二、圣诞节，通通买起来！对耶，双十一要来了，要买的开心又聪明，你就需要将一张卡，回馈最高有5%，你就是2022的消费之神。将将卡最高5%回馈，教师节聚餐刷刷刷买，耶诞节买买买，将来银行开启你的将来。Producer, I think she deserves a raise. 我努力。那卡号给我，账单你买单。我的证件卡不见了啦！小孩子现在只要用手机轻轻一滑，就可以暂停卡片，避免被盗刷喽。做这种事情干嘛叫成这么凄惨呢？不是因为江江卡尖叫啊，是因为他了。谁？小鬼不要抢我台词！将来银行，开启你的将来。详情资讯。请看底下资讯栏。
像乃哥，像你刚刚就在外面讲起你的小孩啊，就整个哇塞！但你对家人会大声讲话吗？我从来不会。你但是你对我们两个对大声的定义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啊，不一样。你踩到我的地雷了。那时候孩子他们在加拿大待了9年，你相不相信？我每半个月飞一次。每半个月还是每半年？半个月。但是你半个月不是你台湾还有工作？你我这半个月录存档。我就去那边半个月陪他们，我再回来录存档，我再去半个月。所以你不可能两个月没看到小孩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对，而且但是你会不会去的时候都在时差？哦，我跟你讲，我太爱那边了，舒服的不得了。晚上我一定有时差嘛，对，那时差我大概半夜2-3点会醒来到天亮，我都没办法睡。那你在干嘛？我就起来准备送孩子上学啊。花了几天，就在那边完全是 family， 你知道吗？就很舒服。所以你是工作狂，也是家庭狂。我家庭可以胜过工作。好，越听越想退休了啊！因为赚钱是一个动力，游玩才有体力。赚钱就是为了要可以出去玩。对。OK，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字叫 slave， 不是 slave 太偏激了。有一个东西叫做形容这种老公，就是 hand-picked husband， hand 就是母鸡，所以这母鸡一直就啄的被支配。Hand-picked husband， 或是你直接更简单的 family man， family man。其实有个超好用，就是什么东西 comes first， so for you it's family comes first。所以基本上哪一个这样听起来，家庭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和谐，就是没有谁在怕谁的这样子。哎，可是尴尬的笑了。我跟你讲，我怕小孩，怕老婆。哎呀，你可能不相信哦，我没有10点或10点半以后在外面过。你我，因为他会打电话给你。怎么还没回来？几点了？就是你懂意思吗？我懂。这样子你就会瞬间回去。回家啊。冷冷。回家。他就冷冷说10点了你还不回来，就这样子啊。我老婆的话是会笑笑，会笑笑的，感觉好像还可以，感觉还可以混一下，觉得哎好，再混个半个小时，不要混，不要混，不要混，没错，对。后来就是干脆不要出门。我家里面哪有什么地位？没有地位。我告诉你啊，现在的父母啊，真的是奴才。真的，直接看的气氛边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像我们家老三打电动，我们说以后不要打太久哦，啊还不管你。然后我们晚上吃饭，吃完饭呢，一个一个敲房门送水果，太扯了。现在的时代哦，你要真的用爱爱爱的教育。我生错时代。接下来的游戏非常的可爱。这次呢，节目组会给一个主题，我们要轮流说出主题相关的英文单字。你们考我哇？那我根本英文很简单。比方说，今天主题是 red， 你就可以讲 apple， 哎。好，心情。OK， 我们有什么那个吗？对，就是跟节奏。我们天天冲冲那个。教我们。哦。那三爽你先来。5、6、7、8。请你跟我这样说。Mood angry。Happy。Sad, crazy, angry. 我讲过了。卡了。好，专业节目主持人卡。太难了啦。你一个讲一个就没有了。有道理哦。对。对啊。你刚刚讲，下一个继续。国家可以了吧？你先。来，请你跟我这样说。Japan, Canada, Korea.你要讲？不是，我刚刚想说他该不会讲，他真的就讲了哎。那你干嘛停？没有，我就是觉得很幽默哈。那哪个每次在主持这类的，我都问哦，你知道题目吗？我不知道，他们要让我们知道，我会骂他们。我喜欢很自然的东西。但是我真的遇到个急笨接不下去的怎么办？才好笑。你看张文琪多好笑。我们俩现在说，他是真的。完全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人，对，他根本就是专科毕业，但是现在小学程度，你懂意思吗？既然这边电视别人，但是你要知道，他就是很自然。啊，有些人明明不会，硬要凹，错了就错，错了就错，胜负心不要那么强。
你才是好不好？好，下一个。啊，加油！跟Sandra有关系的。那先从你来喽。我来。OK， 好。一二三，请你跟我这样说。Annoying。Smart。Beautiful eye。Noisy。Happy。Green T-shirt。Alcohol。手摇。手摇。手摇。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我可不可以讲？因为刚刚奶哥对我说。Beautiful eye， 因为我就一只。最后一个 echo 吗？对。好哟。哎呦，很多可以讲的。哇塞。OK。那从 Sandra 开始。好。五六七八，请你跟我这样说。Arrogant。Long hair。Beautiful。Stupid。Ugly face。Shakespeare。哎，你控制一下好不好？因为太好笑了，我想说，对不起，我只把我会的单字讲出来而已。OK 好不好？啊 ，OK。那你为什么不说？你也会 Hanson， 你没有说 Hanson， 因为我下一个就是 Hanson 啊。没有吧？没有吧？下一个啦，我真的要讲的啦。我先讲 Hanson， 再 Argy 就很奇怪啊。先讲 Argy， 再变 Hanson， 不是很好？第一直觉永远是对的。对。So happy 耶。啊！我赢了，怎么赢什么？哪一个赢了就是宣传他的那个、啊。好，再宣传一下。这我带来的伴手礼啦。喝了之后会从 ugly face 变成handsome。最起码他的体力会好，好不好？啊，体力好，体力好，体力好是。谢谢哪一个？我不是说哪个是我觉得反差最大的。我常讲就是说，其实荧幕或者是一般的新闻啊这些东西会。帮一个人去一个 trademark， 对，会让一变成一个人，他这个已经标记法哦，所以其实人没有去了解，没有去聊天，没有去互动，其实来讲，他你很难去了解的。我觉得我们这个 Main Talk Show 有一个新的定位，你让大家可以坦然面对自己。哎，其实真的非常非常 peaceful。那你接受你是 ugly face 吗？好坏。